好，麻烦鹏哥也在背板前拍几张帅气的照片，谢谢。好，现场的朋友啊，欢迎大家齐聚到我们的红龙两端，我们前方还有广东欢迎顽童三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也知道，蔡徐坤导演呢，也是我们台湾的亿万票房导演啊、哦。今天也是英雄惜英雄，来搞一旁牛啊，刚温啊，还带来两位帅气的子弟兵，修杰楷，欢迎欢迎，还有周介中，谢谢你们来支持，感谢各位贵宾啊，他们都没有参与我们的演出啊，纯粹就是情谊相挺，期待张立东精彩的演出。许梦哲是我们王阳明旁边 Michael 帮的重要的左右护法之一 ，Michael 帮都是帅哥啊、哦，然后在行走江湖的同时啊，陈孝萱、孝萱姐也非常的为老大紧张。在电影当中呢，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浪漫，今天让他们走上红地毯啊，感受一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欢迎阿国，哇，那个眼神杀气十足。与我们硬底子的大前辈淑芳阿姨扮演黄鸿轩的阿嬷啊，可以说是让我们最揪心的一个角色。阿嬷总是担心自己的孙娜啊，唯一的孙娜在外面闯荡的时候，各位一定要记得家里有关心你的人。我以为也是我们新时代非常优秀的啊美女，那淑芳姐呢，则是陪伴着我们台湾观众一起成长的大前辈。孙鹏大哥，哇，帅帅帅！三位呢，在我们电影当中呢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有型，但是在彼此之间呢，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啊。兄弟情之间也是有竞争的，即使呢彼此是好朋友、好伙伴，但是呢也会碰到在这个业务上面的一些问题啊。